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You。今天来介绍目前已经确定的18台载具。这些载具一部分是虽然尚未公开，但已经有载具的档案了，因此借由解包可以看到。本次感谢薯条提供了解包的画面。那么以上就是目前已经确定的18台载具，阿星应该会慢慢释出，敬请大家期待。或是还有后续消息，也会第一时间让大家知道。有任何问题，欢迎在下方留言。那么觉得这个影片很有用，想看更多类似影片的话，别忘了订阅加小铃铛，才能第一时间收到影片通知哦。那么今天就到这里了，下次再会。